五位林庭谦，这里是球场杂技团，看我林庭谦如何征服你的双眼。先来一波长传，让队友表演飞身救球，跳跃长传，纵使队友三分不中，还有我来压阵，弹起那动人之弦。对手眼底腾空飞跃，手起刀落，精彩就是如此轻松又随缘。第四位佟家俊，大家好，首先请允许我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我叫佟家俊，别看我年纪轻轻，但我球技老道，面对对手的防守步步紧逼，我也没必要与其嬉笑打闹，声东击西固然老套，但这记妙传却似圆月弯刀，轻松写意之余磕出队友收获三分，喜上眉梢。第三位王子旭，有一种挡拆叫做与人玫瑰，有一种暴扣叫做知恩图报，接触队友结实的挡拆，王子旭迈出矫健的步伐，孤身杀入篮下，无视防守，单臂肆虐篮筐，隔人暴扣，让你与我硬刚。当然还得感谢队友，没有他们的提携，哪能有我的大显身手。第二位琼斯，琼斯一边迈着熟悉稳健的步伐，一边把场上的一切洞察，接住挡拆轻松走到篮下，面对高大对手的防守，心中早已充满章法，手腕灵巧一抖，皮球瞬间划过裆下，对方还在纳闷，我方两分已经拿下，这一招没啥稀奇，就叫兵不厌诈。第一位冯莱，说到兵不厌诈，我冯莱也不在话下，接过队友的传球，开启我的禁区自驾游，一招假传真突，迅猛杀入篮下，管你是迎面射杆还是纵身追防，我冯莱才不会有丝毫慌张，用力挤出空间，拔起就暴虐你家篮筐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闲庭信步，大杀四方。